哇，好冷啊！大家看着，看着天空也是阴阴的，满地的黄树叶呀。怎么了？你不觉得这种天气给人感觉特别的伤感吗？这有啥伤感？这阴天呀，就这样子呀。这是有感而发。什么有感？跟你说也白说，不在一个频道。你就是个四儿妈，知道吧？你还是四儿爹呢。发什么发？你不是诗人。我不是诗人，我就没有感觉了。触景生情，这叫。触什么景？是什么景？看到外面的黄叶子的景呀、啊。黄叶子咋了？虽然黄叶子有点诗意哦，但是因为今天阴天吧，我就感觉到。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的，你的那种心情呀、啊。就不行，不同的角度，那你跟我说说你的角度，你欣赏这种的是从哪个角度欣赏的？美的角度去欣赏，而不是用你那种伤感角度去欣赏它。那你给我来总结一下外面的这个景色，来总结一下。多漂亮，一个黄黄的，一地的黄叶子，是吧？秋天嘛，人老珠黄，哎，不是什么？那个树叶子也黄。你啥意思呢？你别胡用词儿啊！我没说你。那房子就我这一个女人，你说人老珠黄？你太敏感了，没说。饿了吃饭吧，我妈。啊，该做饭吃吧。我发现我一闲下来啊，一有一点这种的，那种怎么说呢？想法的时候啊，想静一会儿这样的，你就开始做饭。现实一点吧啊。哎。哎，吃啥？嗯。吃啥？吃啥都行啊！你点，嗯，你点一个你喜欢吃的，我给你做。啥意思？没啥意思呀，你点，我给你做呀。吃吧，亲爱的。干嘛你吓的？这不是你的性格呀、啊。怎么不是我的性格？我这么多年虽然没有说你点我就做，但是我也天天在做饭呀。那吃辣条子吧，我下午吃辣条。可以呀、啊，完全可以呀、啊，我给你做，但是我有。你做去吧，别啰嗦了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没有。知道你都等着那个了，抱歉。没有啥没有啊，有这个地方可以有。对，我谈条件。你同不同意吧？不同意。不同意你就别吃。你先说，我听一下。你看今天这么凄凉哦，啊，你老婆心情也是比较感忧伤的那种感觉，我心里面需要一点温暖。啥问题？陪我唱首歌吧。你光唱你自己，你还没跟我们俩没有合唱过。哎、我们两个咋唱啊？你这个田震的嗓子，我一个刘德华的嗓子，刘德华跟田震站在一块能合唱吗？你觉得？啊，是站不到一块，可是现在咱们俩是两口子呀。我们虽然你形容的是那两个人的声音，可是我们现在我们是两口子，我们两口子就不能合唱一首呢？你那是粗犷的嗓子，我这个是。行不行吧？啥意思？你谈条件呢，哥？来一首吧，是吧？你温暖一下我的心，不行吗？我，你就唱一首歌，哎，多轻松！然后我还给你做饭，吃你一顿饭还得。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要有乐趣嘛，是吧？你平平淡淡多没意思啊！哎，我买菜做饭，端上来你吃，谁也不说话，有意思吗？说啥歌？什么歌？想想，高的太高的歌你也唱不上去。有一首歌叫哎叫什么来着？什么跟我们一起走？什么跟你一起走？谁跟你一起走？不知道。心会跟爱一起走。走不了。你走一趟嘛就。走不了。我扶着你，怎么就走不了了？走，来走吧。啊，就走一小溜嘛，一走一会儿嘛，好吧。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，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。你唱啊。你和我只要星星会出现，我的爱不变。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。苍天都变成沧海，
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。春风的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哎呦，我的嗓子都哑了。我跟你说，田震的嗓子比较跟刘德华的嗓子在一块合唱。跟刘德华的嗓子在一块合唱，我就会哑，是因为我不适合唱这歌高音的歌。反正相对来说是平和呀，但我最近上火厉害，可爬不上去呀。就刚才上夹着嗓子唱出来的。那你也唱出来了吗？不是唱不出来了吗？你刚唱这歌时候有点带有一点刘德华的味道啊。那样子。刘德华本来就有刘德华。来，郭哥再来两句来。我跟你学一下那个水儿，什么水儿？快点。清唱，我跟你一块儿学一下来。曾经，哎呦，起高了。哎，早上呢？曾经年少爱追梦，我都会了。那你唱。一生只羡往前飞。心变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怎么样，我唱的好听吗？哎呀，嗓子唱的一般般吧，让你粉丝评价。哎呦，不就唱的好听点吗？你看吧，你不屑一顾那个表情的样子吧，我说。我先做饭吧，饿了。